所有来到我们召唤营地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三号何伟伦，今天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大家，没有错，待会我的才艺一定可以让大家非常的惊艳。重点是呢，我觉得属于自己的不要忘记，曾经拥有的也不要放弃，想要得到的一定要努力。加油来到现场，还举着你支持的海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天要表演的主题好吗？好，没问题。所有来到我们召唤营天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何伟伦。那么待会呢，我要演出的这个才艺内容呢，叫做葡萄祈福鼓舞幸福。葡萄祈福鼓舞幸福，对，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共同期待喽。没有问题。好，金伟伦就准备位置，谢谢大家，谢谢。要听到铃声之后，开始正式进行今天的表演。三分钟计时，请开始。我的舞蹈才艺之外呢，有没有看到这个彩带？它不是空穴来风哦。今天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桌上摆的是我们的紫钻石的果汁机。当然，今天我要隆重的来推荐一下，相信在座的很多好朋友是跟伟伦一样，不是来自彰化，一定很好奇，到底为什么彰化的葡萄能够年产量达到全国的45%，总共超过了3万多公吨？到底是为什么一路从东亚、东北亚到了东南亚，参加新加坡的台湾食品节女货家机，扭转了葡萄的形象，突破了22亿的产值大关？接着，我要隆重的为各位来推荐我们彰化的葡萄 ，Ladies and Gentlemen， 掌声欢迎彰化大村的 Mr. Grape。哦，给我哦，嘿，今天哪里哦？大家刚晓得彰化葡萄有几贵哦？啊，做妈妈跟你讲哦，我几个叫做番茄红了，啊，医生的脸就绿了，啊，我们是葡萄紫了，我们的脸就亮了。所以你今天要来介绍这个是我们彰化的葡萄是吧？我们鸡丝头都准备好了，给洗头啊！你今天要准备什么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跨家好吗？妈妈跟你讲哈，这个碗特别是咱彰化的葡萄哦，已经研究证实花证哦。你拿着一缸一杯这个葡萄汁哦，保证给你皮肤水泡泡个又咪咪哦。为什么？因为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 OPC 啦哦。我看到无，我就把这个葡萄哦，好，把它轻轻松松的带回哦。啊，接下来呢，你就可以一颗两颗，心情好就丢两颗。心情不好就丢三颗，啊，轻轻松松给它按下去，哎呦，有没有看到一颗葡萄汁啊？都很敢踏出来哈、哦，哎，你将看到的这个，哎，你是来卖果汁机还是来卖葡萄？哎呦，开玩笑，我来讲哦，这个葡萄来电，我下面这里好写，赶快买，换这个葡萄来电哦，从里到外通通可以打成汁哦。从外面来看，葡萄皮它有逆转唇，俗话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就是它的葡萄皮有逆转唇。再到里面，它的葡萄籽是维他命 C 的18倍，是维他命 E 的50倍呀、啊。开玩笑，到底葡萄怎么来的呢？有一首诗情了，哎，外漂亮，外漂亮，来。请看，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鼓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从此，葡萄来到我们大中华区有2000年了。一开始，它是在欧洲的地中海、里海跟黑海流域，经过了欧洲2颗大门牙——葡萄牙跟西班牙，传到我们中华。掌声，谢谢大家。好，谢谢。是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编号第三号葡萄骑士参赛者伟伦今天所获得的成绩如何？老师请举牌。